跟环境法律人协会2011年的年会机会人大会。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环境法律人协会现任理事长温鲁宾律师。那温理事长呢，他也是满野新竹创会的理事长，现任志工啊、那也是前任美国人，现任台湾人啊、已经入台湾籍。可见他对台湾的热爱。之前温理事长也是环评委员。那接下来请他跟我们说几句话。好，谢谢大家，早安。那今天因为我时间是蛮有限的，那我差不多就是要谢谢我们今天协助我们这个环境法律人协会成立跟这一年的那个经营。那我首先你有发现我们那个书法啊、这是我们一个尤俊林老师帮我们做，我觉得很有力量。那我们希望那个台湾的书法相当不错，那觉得这个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那些印刷厂可能是没有生意，但是我们会有更多个人的工作室。那还有我们今天来帮我们录影那个林妹珠小姐。那我们今天等一下那个黄瑞敏黄监事主任。监制主任也会介绍我们叶老师。那我们也谢谢那个台大法学院跟叶老师帮我们处理这个场地跟一些宣传的事情。那黄瑞敏我特别要感谢他，因为几年前那个林三家律师回国的时候，那个黄律师算是他的老板，那也鼓励他去台北律师工会跟全联律师工会多参与一些环境保护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马也是刚刚开始，所以有个非常重要的伙伴。那不久之后我们这个请了一个协冠飞，冠飞今天可能没来，但是他是算是我们协会的第一个秘书，那也是帮我们一些基本的资料都整理。然后接着这个官飞之后，那个封兵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来，他可能下午才会来，就是接我们那个转型的那个秘书长。然后我们关庙妙音也来，所以这些人都有对我们协会的刚开始有非常多的帮助。那今年的年会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志工比来宾还要多？那等一下应该叫他们进来可以来听也要感谢他们，还有我们很多志工。那我们这个年会的筹备是由我们执行秘书那个文玲，还有秘书长那个林远慧都他们很积极的在做。那我们协会有几位那个张玉莹律师，那个蔡雅玲那个方娟苏玲都有特别都有帮助然后好，那我其实我这个也要感谢，几乎都会用光我的时间。那今年的我们的还有很多，那我就不一个念，因为的确在国外长大的台湾人，我的语言上面有点障碍，所以比较慢那我们今年的那个环境法治国这个题目我其实也有一点挣扎，因为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跟我同事说我们可以说是法律警察考用的，法律警察考用的，所以要说环境法治国是不是警察考用的？的确是，我还是会坚持法律警察考用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法律是到一个其他的方案、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还是透过法律用是一个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们当然是会希望我们不管是情或是理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那个法律还是我们最后的法官。所以我们这一几年看到台湾的
好像我们对我们的立法单位，对我们的行政单位，有点失望。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司法还是有一点希望，所以环境法律人成立了，也是一方面我可以说是我们是要鼓励我们司法单位要多站在我们环境保护优先。那环境保护优先的各位大概知道是我们台湾的国家的法律环境基本法在2002年通过的。那那个环境基本法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环保及主管机关好像不太推动的一个法律，但是我们民间的可以坚持，我们民间的也可以积极的推动。那尤其是我们环境基本法是有一个定义，是对那个永续发展。那永续发展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满足当代的需求，同时不要耗尽资源，免得后代无法满足其需求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环境法律人协会，我的认知，我想跟其他的会员李监事都应该是蛮相同的。我们希望我们当然是一方面努力创造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永续发展的典范，创造这一方面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阻碍就是一些不当的开发，或是一些不当的政策，是让我们台湾对我们后代，对也所谓的代建正义，也是对其他的物种动植物他们的权利也有需要保护。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物件正义。那今天因为我平常习惯演讲几个小时，那我今天只有看这个好像已经超过了。好感谢大家今天来的人就是对的人。那我们今天我相信这个会议是一定会有一些新的。那希望这些新的是让大家以后为台湾的永续，对地球的永续会继续努力。谢谢。